猪啊，又脏又臭，好吃懒做，骂人的字眼最常出现的动物应该就是猪。但是这群小猪不一样，它们住在台北市的精华地段，每天都有专人为它们打扫环境、照顾健康。而这些人的平均学历之高，还超过高科技产业。吃的东西是营养师调配，量少质精，还保证不长胖。原来在科学家眼里，猪不但聪明爱干净。 生理特性上还特别像人类，简直是失散的好兄弟。因为这个特性，这群小猪被培育出来，悉心照料。研究人员称它们是国宝猪，想探访它们还得经过重重关卡，维安规格可比总统。我们透过一群在大学养猪的人，重新认识人类可爱可敬的猪队友。 会发现台北市区里有一大片屋舍平展、建筑密度不高、绿意颇浓的区域。这里是台湾第一学府——台湾大学，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很大一部分出自这里。学校里除了莘莘学子，更有各式各样的研究人员，正努力将不同领域的学问推向新的高度。有些领域我们以为它很传统、很成熟，却不知道它的科技成分之高，对人类未来影响之深远，都远远超过我们的理解。通常我们的节目不太会接触到这类高科技研究者，但是这仅在野外却常常遇见他。今天终于有机会好好了解他在实验室里忙些什么。 小朱老师，哎，老师好，老师辛苦了。哦，老师还在忙啊。辛苦了，今天热过来。今天来到老师的实验室啊。星期六大家都还在工作啊。还在工作，哎，对，很辛苦啦，就是很优秀的学生。会感觉大家都非常的忙碌，所以老师在你这研究室里面啊，实验室里面应该是有很多动物的秘密在这边哈。没有错，没有错。其实我们研究室研究的话有蛮广的，但是也蛮细的哈。那其实大概研究方向有两个方向，一个话就是退化，那另外一个就是演化。这个研究室本来开始的时候就研究脑神经跟乳腺的发育。 跟乳癌的那种的形成有关，乳癌是人哦。对对对对，那我们研究的就是乳腺哈。当比如说那个哺乳动物退乳，或者是人退乳的时候，那个乳腺它会退化。那哪些基因控制这个就是乳腺的退化？那这个是比较细胞层面的。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跟演化有关的话，就是比如说野猪的演化、台湾家猪的演化哈等等。研究是所研究的动物哈，这范围也相当的广，除了刚刚讲的野猪。 那另外的话，像台湾黑熊啊、水鹿、梅花鹿，那还有就是长鬃山羊，哦，然后山羌，这种就是偶蹄类，全部都是在这个研究室做。那后来呢，就是慢慢的就是有很多的机会，就跟他的野外的野生动物研究室就合作，所以后来像台湾石虎、麝香猫，然后猕猴、穿山甲。 哦，也都是在这个研究室做，所以其实这个研究室等于是家养动物跟野生动物中间衔接的一个研究室。所以老师的研究是不简单的，是很多动物的 DNA 没有错，都收集在这个地方。所以这样听起来好像一个野生的乐园一样，又像一个动物园一样。没有错，它是这个一个交汇的一个场所。哎，就是我们事实上就是拿家养动物当做一个模式，好，然后再把这个家养动物就是扩展到就是生物医学用的模式，然后扩展到那个野生动物研究用的模式，所以大概是这个角色。我这角色是相当重要，而且是现在很科技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一些野生动物都是去山上啊，去森林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野生动物的外形啊，哈，它活动的状况。可是如果你要了解到每一个动物它的来龙去脉，甚至它的亲缘啊、血缘关系，这个深层的部分，那就要来到老师这个实验室，可以从这个深层内部的部分，可以再了解到外部的部分哈。所以这部分是相当专业，而且是很特殊的哈。所以这个等于是人家讲说 DNA 的密码，就是在这边把它打开。把它打开。那当然就是这个有赖很多人的帮忙啦。那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室的这些博士班、硕士班的学生、研究助理，还有就跟我们合的那些一些老师，大家共同汇集起来，然后一起工作、一起努力，才有办法达到今天的这种成果。像老师这边专攻就 DNA 的部分啊，这也是我们现在常听到的哦。那像这些动物的 DNA 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什么样的一个关联性或者一些特性？事实上 DNA，也就是演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角。那随着那个时间的那种就是进展，那还有就是地理的隔离或气候的变迁，然后慢慢的对物种就会有选拔，所以 DNA 的话就会有一些突变，那突变之后就演化。那我们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那种就是外表形态，甚至脾气，哦，比如说像偷窃或者是酗酒，哦，这种东西事实上都是 DNA 它所不同所造成的一个。后面的一个表征的一个结果，因为DNA 它的突变会造成就是我们所谓的密码的不一样，所以跟这个密码的不一样吼，我们可以慢慢的发展出来，就是就是刑事案件的一些诊断啊、侦查，所以我只要从牙齿哦或者是唾液里面的可以获得一些细胞，然后可以抽取除出 DNA， 然后我就可以验证，哎，这个牙齿是谁的，然后这个唾液是谁的，然后可以去追溯那种一个犯罪现场啊，或者是一个追溯一个故事性出来这样。所以透过 DNA 分析就可以知道，不管是人啊或者动物的一些来龙去脉嘛。对。因为在古时候啊，就说什么滴血认亲啊，那现在不用滴血认亲，从 DNA 就知道说啊到底爸爸是谁。那现在很多社会常听到新闻啊，就是叫认祖归宗啊，所以透过 DNA 就都能够了解。对，但是它还是需要一些遗传物质的哈，比如说像毛囊啊，唾液腺里面的细胞啊，哈，牙齿里面的细胞啊，对，等等东西，遗传物质的取得还是必要的。对。那像老师这边的话，像许多台湾的野生动物这边 DNA 都已经把它解开它的秘密了嘛？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在走，就是。我们也都是刚起步了哈，那这个实验室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就是说我们长期的在收集台湾各种野生动物，还有家养动物的一些遗传样本，哦，比如说之前我们的台湾黑熊，啊，野猪、水鹿、梅花鹿，哦，长鬃山羊，就是收集了很多这种遗传资源，变成中大型野生动物的一个基因库。那这个基因库我们现在已经陆续的解序，那未来这些基因库的资讯就可以用在保育或者研究上的应用。我们是在拍摄台湾黑熊的时候认识小朱老师，当时就对小朱老师工作之严谨印象深刻。到实验室就发现，这里不止锱铢必较，简直计较到秋毫之末。一丝丝剂量出入，一点点样本污染，都会造成实验结果差。以野外采集之辛苦困难，万一样本的效度出了问题，那就太可惜了。小朱老师的研究工具是 DNA， 除了很八卦的亲子鉴定 ，DNA 还承载了物种演化的丰富讯息。学者发现 ，DNA 突变的速度大致相似，而演化正是一连串突变的累积。于是学者可以借此推断物种演化历程，以及不同物种的分歧大约发生在什么年代。这就是所谓分子时钟。为了解开演化的谜题，感觉整个实验室的时钟正滴滴答答响个不停。男生就看到很特别的东西啊，就在桌子上一排动物的骨头啊。对对，这些骨头都是我们很重要的遗传物质，就是 DNA 的来源。哦。然后这些骨头除了 DNA 的讯息可以告诉我们之外，事实上它也有些形态上的一些就是不一样。那借由这些形态上的不一样，我们可以做不同的应用。哦。哎，等一下冠立就可以来跟我们解释这些东西。好啊，不过我目前在看了，我也应该认识几种动物啊。 这应该看起来像台湾山羊，台湾的长鬃山羊。长鬃山羊，对，因为它的脚啊不会脱落的嘛。对对对对。那这是鹿的，对，但是不知道是水鹿还是梅花鹿。那有些应该是猪的。猪，哎，没有错。看到这猪的骨头，那肯定要问一下冠立。对，冠立是专家，优秀的博士班学生。冠立的话，最主要是研究东亚野猪的演化。 啊，跟台湾的原生猪种它的起源跟扩散有关。猪的野猪方面的，哇，那太棒了！因为我们这次要来记录，就是要记录猪的专题。优秀的学生，准博士啊！对，你好，你好，你好，海涛，你好。哦，你好，你好。哇，那看到这猪的骨头的话，可能要帮我解释一下啦。哇，这边。 这是很多种猪吗？还是说不同的猪？这边呢，它其实都是他们在那个分类学上是同一个种，就是 Sus scrofa 这个种，也就是说它们都可以互相交配，演化那个生出下一代。它从大小就可以分辨蓝蚁猪、台湾蚁猪跟洋猪。哦，洋猪就是一般我们家猪吃的那家猪。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家猪是特别大只啊。对，因为我们就是主要要。 饲育它就是要拿来肉用嘛，所以就是在驯化的过程中，就会往越来越大的方向去选育。这骨头可以去摸吗？可以，当然可以。可以摸好，因为怕这污染到了哦。所以一般我们吃的就是一般的家猪，哦，这骨头这么大。对，这么大，就是它的上颚骨，就是头骨。哇，它这个大小真的差异很大哦。像这个洋猪的话，它的那个头骨就好大。对对对对对。 那你说这是洋猪，那像中间这一个呢？那中间这部分呢，则是野猪，你就可以看到很明显，它的鼻胫骨是来的比较长的，因为它在野外的时候会常常活用它的前面的鼻吻端的一个部分，所以它就是比较长的。哦，对啊，因为在山上看到的野猪的话，它就那个鼻子特别长，而且在山上常常会挖洞啊，就偷吃那个农人的竹笋啊、地瓜。 是靠它的鼻子，所以它这个部分会特别长。哦，这是一般我们在山上看到的野猪。蓝蚁猪呢是现在台湾的那个一个原生的一个家猪，然后它是从兰屿岛上引到台湾台大这边，然后一直由系上李登元教授引进的。然后它是一个一开始的过程呢，希望做那个小型的一个实验用猪，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头骨呢，它其实是比较小的，比野猪来的更微小，可是。 它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宽的，以比例上来看，这个是野猪的一个下颚骨，啊，这是蓝蚁猪的下颚骨。它长度的部分呢，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呢，就是野猪的长度是比较长的。那宽度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它这边，把它翻过来，对。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宽度的话是，蓝蚁猪是在下颚的部分是比较宽的，就是很明显我们从外表形态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样子。对啊，这样看玩野猪的话，就感觉比较长型哈，但比较瘦长。 这样，然后蓝蚁猪就比较短，但是它很宽啊。这个算什么骨头？这个算是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咬合的地方的这边，它这边比较宽，然后野猪比较窄，比较长一点。好像从这骨骼看就很清楚了哈。对，蓝蚁家猪它有什么特殊性或重要性？哦，因为现在目前我们在遗传的分析上呢，发现了就是蓝蚁猪的一个立腺体，就是它母系的一个 DNA 呢。 那在全世界的部分呢，就还没有找到它的一个起源，就是它的一个祖先的部分。不管是欧美的团队，或是日本的团队，或是中国大陆的团队，然后在研究猪的这个方面呢，就是目前还没找到一个跟蓝蚁猪相似的一个猪，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很积极的在去找溯源，就是找到蓝蚁猪是从哪里来的，那它的祖先到底是跟哪一种猪是比较接近的部分，这样。哦，所以。 蓝蚁虽然是小的岛，所以蓝蚁的猪它是一个很独特的，对，所以现在它的起源还就是还蛮混沌的，混沌迷离的。因为它驯化之后的目的跟我们现在一般吃的那个养猪是比较不一样的，嗯，所以它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那大小，它基本上没有往大型的部分去驯育，所以它还是保有野性，尤其是跟饲养的人饲养的方式也有关系。所以这个蓝羽猪对你们来讲，所以是一种很独特的一种对。 蓝羽猪除了拥有一张国字脸，它也是台湾地区流传久远而且比较独立的品系。透过 DNA 分析，学者发现它的亲缘关系介于亚洲猪种和欧洲猪种之间。蓝羽猪从何而来，怎么演化，是个有趣的学术课题。不但如此，这种个头小小的猪对生物科技，甚至对人类健康都有杰出贡献。 接下来，我们通过层层关卡才能见到的国宝级小猪，也和蓝羽猪有密切关系。台湾山羊又称台湾长鬃山羊、台湾野山羊等，是台湾唯一野生牛科动物，是牛科羊亚科的台湾特有种。体长约1公尺，体重约25到35公斤，雌雄都有角，圆锥状。 顶端尖锐且略向后屈，终生不脱落，分布在海拔200公尺到3500公尺山区，以中海拔山区较为常见。就是我跟你介绍的，就是国宝级的那种，就是李宋猪保种动物的猪舍。哦，就住这一栋啊？这一栋嘿，坐落在大安区2楼的独栋的别墅。租的别墅啊？对嘿，而且是坐落在大安区啊。大安区对。哇，那住的比我们还豪华，这个房价是非常非常高、啊。非常高，没有错。然后外面的话又是很好的 view， 里面还有空调。好。 那我们就赶快进去看这个李宋猪，哎，李宋猪，哎，猪舍还2层楼的，不止1层嘞。在这边我可能要先问一下麦导，就是说你最近1个礼拜有没有去过其他的那个农场啊、牧场啊？哎，有没有去过？或动物医院？没有，没有哈。哦，这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我们这边最主要就是防疫哈，就理论上一般的种猪场不会轻易的让就是外人进去，好，所以即使他们要进去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要严格的去规范，好，所以我们的摄影团队跟包括麦导的话，在1个礼拜之前，如果有去过其他的农场、牧场啊，就不能进到这栋的猪舍这样子，啊，不然的话把疫病啊带过来带过去，所以它的管理防治是非常的严谨啊，哎对，所以1个礼拜前是不能去有其他动物的地方，像动物园啊，哎，或者说农场都不能去的哦，非常严格哦，到猪舍来严格。那进来的话，第一个步骤就要踩消毒垫，所以你们今天的鞋子明天就不能到这边来，因为还会到其他地方去，所以明天的话可能会在外面要求你们就穿个拖鞋就到这边来，鞋子不能踩到这个地方来。 哦，来过一次，明天就不能再来了。不是，你们等一下会到处乱跑嘛？哦，哇，真的很严格。这个住的地方比人还管理还要严格，不但是住这个别墅啊，它的那管理也非常的严格。因为这个，我们等一下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级的啊保种动物。哇哇，这是很专业的。好，那我们就来消毒好了。对，就是采访一下就可以了。好，那进来的话，我们也都是单行道。 所以没有不会交叉的，所以我们从这个门进去，然后换一下衣服、洗个澡，然后到2楼去操作完了之后，再从这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再下，那就不会就是脏的跟干净的交叉污染，没有回头路了，没有回头路。对啊，啊这边有看到很多研究生还有学生已经在这边蓄势待发的感觉啊，哇，你们好，你好，其实管理一栋猪舍必须要很多人，那因为我们这边又是教学研究单位嘛，哈。 所以我们有赋予就是研究跟教学的那种就是意涵，所以有助理，然后有研究人员，然后也有那种学生来这边实习，这样，所以相对的人就会比较多。果然是国家级的猪啊，所以住这个豪华的别墅，还有这么多专人在照顾和管理，哇，真的是不简单。OK， 所以我们待会就要从这边开始进去了，单行道，对，单行道，我们就进来，对，那。哎，麦岛是2号嘛，对不对？哎，2号是什么意思？哎，因为等一下我们要换衣服，所以你的衣服要换在柜子里面。好像换那个防护衣这样子。对，哎，我们应该是讲就是我们要换刷手壶，里面的衣服跟外面的衣服是不能共用这样子，所以我们两个等一下还要再洗个澡再进去的。对。 哎，那出来的话，就从这边拿衣服，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换。还是说我还要洗澡啊？没有错，我们有很高级的那个洗发精跟沐浴乳，这么严格啊？也帮你准备毛巾了。啊，来，要死。OK， 那我这是好像去那个运动中心，你看之前他就洗个澡。对。不过我看同学好像已经拿这个大瓶这个。这个是第一瓶是1:500的漂白水，那我们会先用这个漂白水先喷过我们任何要进来新宿舍的器材。 那喷完漂白水之后，我会再用70%的酒精再做一个消毒的动作。我说还要先消毒哦。哎，对，因为任何人都进来之前一定都要先经过消毒。这样，那你再拿2大瓶是要针对我们摄影组吗？对，这个严格，不但要消毒，还要洗澡。你看，真的这个猪真的是管理得非常的严格。好，那。 小小时候就我们要先准备洗澡，对，摄影组要准备消毒，就是器材也都要消毒这样。器材消毒，然后他们要穿上隔离衣这样。所以不止我要洗澡，你们要穿隔离衣啊。OK， 反正就是非常的严格啊，所以这是国家级的保种的猪啊。好，那我们就准备洗澡消毒了。OK。那。 帅哥，你是2号吗？好，它有2只钥匙，一只是里面的，一只是外面的。哦就是放东西的地方。对，没错。那可能等一下背包就不能进去。哦，就所有东西都要放这边的。对。那这是你的毛巾、衣服。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哦，还有毛巾呢。毛巾，然后这个防护衣。然后先洗澡，然后才能进到猪的房子。你继续这个。 比我还严格，没有错。然后这是你的浴室，它有热水，好，不用太。哦，好，那我这个设备很齐全了。好，那我待会就要先洗澡了啊。好，那你们要准备消毒了。好，那我跟麦导一起洗澡，一起换衣服。顺便啦，因为在简介室已经2、3天没洗澡了。 不要误会，小猪老师和麦哥只是在不同浴室同时洗澡，没有一起洗澡。摄影组嫌洗澡麻烦，就得消毒、穿防护衣，后来才知道闷得受不了。这些绝对是正常作业，不是在镜头前做样子。小猪老师对单向通行非常坚持。麦哥洗完澡，摄影组正为了机器被喷湿哇哇叫。 麦哥想回头看，都被小猪老师以肉身阻挡，不能越雷池一步。这里的置物柜设计也很特别，进去的时候从 A 面放进衣物，出来的时候从墙另一头的 B 面取回衣物。小猪老师从头到尾盯着，我们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那平常我们换好衣服之后进出猪舍都是走这一条。啊。 终于可以来看猪了，真的是不容易啊！这是1楼这样子哦，哦还没到啊，还没到，我们的猪舍在2楼。哦，他我是住2楼啊，这样子。哇，真的刚刚是彻底的，就洗了一个很干净的澡，已经顺便把这2天的那个污垢把它洗干净，然后穿上这个算是工作服嘛。对。那摄影组穿的是防护衣，这样子，不过都是要很严格啊，然后不能带任何的病菌啊什么进来。 哎，不，老师一进来，像这1楼目前没有看到猪，不过这在里面都没什么味道哎，没什么味道。哎，实验动物的话，它是就是当做一个模式，然后为我们来服务，还自私一点来讲是为我们服务。所以我们在做操作实验动物的时候，我们都是要一个很尊重的心，因为这些动物是要做一些医学的一些实验嘛，这点是也是帮我们人类造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照顾它，照顾它。哎，对，然后因为他们到后来都会牺牲掉，哎哦，所以我们就是在对待他们的时候，就是重视动物福利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他们。好，那我们就准备上2楼，要坐电梯。那像住上去也是坐电梯吗？对，住平常进出也是坐电梯。哦。对，然后能爬楼梯的话有点困难。哦。他从1楼到2楼的话是坐电梯上去，但是他平常在进出租的时候啊，他是走后面另外一个专用的门。 哦，有另外专用的门，租一个门，然后人员的进出是另外一个门。哦，所以是人猪分离的。对对，没错。一般是讲人车分离，真是人猪分离。所以我们是坐那个电梯上去，坐人的电梯上去。哎，你好像已经到了，对，好。那我们就去二楼。好，那我们就到二楼去看。我们进来了，我们进来了。 就是要确认人员的进出状况，哦，所以我们要先签到。哦，好热闹啊！听到很多的猪在叫声啊。因为现在他们是差不多是他们吃饭时间，哦，还没有吃早餐，要吃饭，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签名。对，所有进出的人都要签名。哦，对，所以都要管制了哈。包括我们摄影师、摄影团队都要，好，那就大家签名一下。 哇，看到哇很多猪了哈！这些目前你看到的大概就是种猪群。这次来拍摄的时候，刚好我们在上个礼拜出去最后一批，下一批的话要等到12月才会有。那已经都被订光了。这样子哦，所以这个是也有卖给一些特别的单位。我们的猪大概只销售给教育研究单位。对，那所以一般的宠物店是买不到哈，因为我们的。 猪要卖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一个申请。那申请的话，必须要有那种动物福利委员会的一个核可证明，我们才可以卖给他们的。哦，所以这是很专业的培养出来的猪嘛。对，没错。要做一些医学啦，或者说教学研究，才会使用到这边的猪。对，那我们签个名。那签名的时候，我们会记录进猪的日期，还有人员的姓名。 维安规格直逼总统级，以小猪的贡献，这样的维安程度只是刚刚好。进出签到，保护猪也保护人。如果台湾社会出现人猪共同疾病，那就要追是不是从这里流出去。万一国宝小猪有个3长2短，也得从进出的人去追本溯源。无论如何，手脚要快。小猪饿慌了，这里什么都好，就是食物给的有点少。 台湾水鹿是鹿科鹿属台湾特有亚种哺乳动物，也是台湾最大的草食性动物。头躯干长约180公分，雄鹿肩高达1.2公尺，雌鹿约80公分。愤怒时眼下腺会睁开，又名四目鹿。分布在海拔1500公尺以上山区。雄鹿有叉角，2岁后开始分支，每隔300到400多天，鹿角就会硬化脱落重生。 快一点啦！猪已经肚子在饿，一直在叫了哦。啊，你好，你好，你好，好像已经在准备猪的早餐了，是吧？哦，这是饲料，这闻起来有点像我们给狗吃的那种味道，对对对，那种味道哈，给狗吃的那种味道。然后的话是早上跟下午都会各喂一次。 早晚各位置，对，早晚各位置。所以这边的猪先吃2餐，对，因为要控制饮食，不可以让他们太胖，很严格，不能吃太多。这个猪包含它的体型、可能重量各方面都要控制啊，所以非常严格，所以连食量都要控制啊。因为今天比较慢一点，所以猪就对对对，他们现在就是叫得很大声，很聒噪了，因为肚子很饿了。那我们要快一点，那我来帮你给。好，这么好，那我们从这边开始。 好，喂猪吃饭了，吃早餐。快，需要吃早餐了。现在这边的猪应该看到你是最高兴的啊。对，看闻到这个就会很激动。对啊。这是大只的猪，大只的猪也是喂300公克，我们这边有标线。300公克，300公克啊。哇，这好像吃不饱的感觉啊！感觉很大只。好像。然后像这一栏有2只的话，就是直接喂600公克。600公克。那它不是会抢吗？就我会把它分散，这样就600。哦，600哦。然后就直接到它去。哦哦哦，吃哦吃哦。 那这次是单独喂啊？对。为什么它是合理的？没有因为我们就是不定时吃就会配种，所以他们会其实会蛮常移动栏位的。这样子哦。所以是300公克。对，这个话就是300。那我来试试看。那可是它能在里面被导到进去喂吗？哦，要进去喂的。对，它不会对你怎样。哦好。不过吃300公克好像有一点少哎，不过这是经过计算过这个营养还有分量的吧？哦。 这个书会有取名字吗？嗯，不会，实验动物通常不会取名。哦，他们有耳标，我们都是看它的号码、编号这样。对。然后我先赶紧。来吃饭了。就倒在前面这个可以。倒这就可以。来吃饭喽。隔壁的会不会来抢？他过不来，他现在有点紧张，因为我们在里面。哦，好，那我们赶快出来好了哈。因为这都是国宝书啊，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非常非常小心照顾它。 300公克，对，然后 OK， 放在这边倒下去，还在等。好，吃早餐了，来，慢慢享用。哇，这个猪的毛都是白色的哦。对，我们都是实验用猪都会是白色的，因为血管啊什么都会比较好看到，比较好操作。每一只都300，像小猪也是吗？小猪是100。 就是精心调配过的猪的饲料，其实他们吃的蛮快的，那一大包大概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吃完。像我们会吃不同的菜色，猪会换饲料种类吗？哦，不会，我们就是都是统一的，里面营养成分。OK， 哎，这个颜色不一样。蓝羽猪。哦，蓝羽猪啊。对。哦，黑色的。对。 不要看它长得这么酷，还有鬃毛，它其实是母的。哦，万白丛中一点黑啊！所以看到黑的就知道是蓝羽猪了。喂，你好，远渡重洋来台湾啊，它也吃300克。对，它也300克。去兰屿有常会看到一个景象，猪四处乱跑。去兰屿的时候常会看到猪到处。这是300、300。对，300、300。 我们要看它样子都长得一样，像你们这样喂会认得出来吗？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想要看号码。我看它的标，好，300。哦，他们真的很兴奋啊！但是我看他们真的看到你是最高兴的，真的每天送食物给他们吃啊。那像你是念哪方面科系？其实我是比较偏像生物科技。 对，就是现在大家说的，在实验室里面做细胞 DNA 那些。哦，所以跟小杜老师就非常有关系。对对对。其实现场就是像同学，其他像那个研究助理他们之前都是本科系，所以他们在现场的反应都比我快很多。对，所以还有很多要好好休息的。这样子哦。对。我你都是非常专业，都是学这生物科技这方面的哦。是。这是一个非常有未来性的一门学问，这样。好，非常好。 所以你说他们吃这个300公克，对，都是非常足够的，非常足够，非常足够啊！对啊，这应该都是有检验的啦。对对对。不过我发现不一样，就是喂过以后就比较安静了，然后这边还没喂，还很吵，所以可能后面的话就麻烦你动作比较快，不然我再喂下去，这猪就要抗议了。好，没问题。那就麻烦你了啊，辛苦辛苦。国宝小猪的正式名称是李宋小型试验猪。 是台大李登元与宋永毅两位教授引进蓝羽猪和蓝瑞斯猪杂交培育的品种。血缘上，蓝羽猪占75%，蓝瑞斯猪占25%，拥有蓝羽猪的遗传独特性和蓝瑞斯猪的好脾气及白皮肤，体重70到90公斤，和人类相似，脏器尺寸也差不多，是理想的实验猪只。 他们的一辈子生活在清爽干净的环境，被细心可爱、高学历的饲育人员照顾，还有动保团体确认他们的权益受到保障。他们把猪的生命价值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台湾梅花鹿是鹿科鹿属台湾特有亚种哺乳动物，体长约150公分，喜好群居，曾经大量生息在台湾低海拔地区。然而，荷兰、西班牙殖民以来，就有大量的鹿皮需求，以及平地的快速开发，野生梅花鹿在1969年消失。 目前，野外放养富裕的族群是由动物园等圈养环境中仅存的台湾梅花鹿繁殖而来。好。 戴上手套啊，比较干净，比较卫生啊。是，哎，真的差很多哎。这个猪吃饱了，很安静啊。对啊，它平常没吃饱就是很吵，它会很兴奋。哦，会很兴奋，很亢奋，因为肚子饿了。对。现在吃饱以后，真的哇，很安静啊。不过现在喂猪吃饱以后啊，再来就是要做清洁的工作了。是，最主要呢，我们会用水管，然后把它们地上的一些排泄物冲到水沟里面。 太脏的话，就是会拿一些清洁剂啊，水去刷一下地板。所以我们要服务这些为我们牺牲奉献的猪啊，现在也要为它尽一点心力，应该的。哇，这样冲的话就很干净了，难怪都没有什么味道啊。是，跟一般去传统的猪舍差很多。现在记得小时候啊，去那个猪舍的话，味道都还蛮重的。在这边的话，几乎没什么味道，因为每天都有人在这边清洗啊。 哇，这水蛮强的。说这个清洁工作要很有耐心啊，因为冲完又排泄又大便了。对啊，这种东西好像是永远清不干净一样。对，因为刚清完，我看有的猪又开始又大便了。我觉得清洁真的做得很彻底耶，这用强力的水柱冲。好，那我也来帮这个猪服务一下好了，小心拿，给它一下。哦，哦，这样很用力哦。 啊，冲干净了。其实他也很习惯在这边冲水了哈、哦，他都已经习惯了，就顺便把地板也洗干净这样。对对对，这样可以吗？这样子还是要再清一下。那这样就 OK， 你就看地上没有脏，然后没有排泄物，你就可以到下一栏去了。好，这是蓝羽猪啊。 蓝羽猪，蓝羽人的猪，它会这么让打。出发。以前人说没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现代人很可能吃一辈子猪肉都没见过猪走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传统农村每家都有个猪舍。 养几条吃厨余的猪，过年过节送出去屠宰。现在这样的酱非常少见。麦哥印象中气味浓重的猪舍，也因为经济规模、养殖密度提高，对疫病和卫生更加重视，已经不至于有让人印象深刻的气味了。只是国宝猪的猪舍更干净，干净到散发出医院的消毒水味儿。 今天要照顾这个国宝猪哦，也是大费周章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工程啊。你看，光衣服就换了好几套，刚刚是洗澡换的工作衣，那现在又换上这个是整个防护衣啊。对，那为什么要穿到这么高规格的衣服？因为就是这种消毒剂对猪的伤害跟对人的伤害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是主要消毒者，我们要能够保护我们自己，所以一定要穿上这种比较不透气，然后并且还有防护的防护衣，然后等一下还要戴上那个口罩。所以我们之前已经做了清洁，清洁做完还要再消毒这样的。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会在全场进行消毒一次，确保疾病的降低。 所以要培养这些实验动物啊，照顾这些实验动物，其实要非常的严格，有标准程序，整个设备啊各方面装备的配合。这个防风衣看起来薄薄的，其实它穿在里面很闷热。夏天的话，穿着感觉是怎样？夏天就是一样忍耐，因为穿完就是满身大汗，对，满身大汗，对啊，满身大汗。现在已经秋天了，穿在里面，现在已经觉得里面已经开始在冒汗了，要洗三温暖了，我们要洗三温暖。 从小猪乖巧温驯的模样，可以感受早年李宋两位教授配种策略明智。我们冲水喷药，小猪一点都没有焦虑不安，还真是逆来顺受的小猪宝宝。当然，消毒药水和小猪的食物一样，都是针对它们的体质和居住环境设计。工作人员小心翼翼调配，确保有效又不伤身体。 台湾野猪是猪科猪属台湾特有亚种哺乳动物，它的祖先由东南亚往北迁移，一只在台湾分化成特有亚种，另一只迁往中国大陆，陆续拓展到欧亚地区。之后已经驯化的家猪由中国大陆引进台湾，于是台湾的野猪，其中也有野猪与家猪产下的杂交种。 台湾野猪适应力强，从海平面到海拔3000公尺都可见其踪影。哇，老师辛苦了！哇。 看到老师要照顾这么多的小猪，好，就是跟老师的外号是有点类似，所以这是一种实验用的小型猪嘛，哈。对对，我真的是不容易耶。是不容易哎，但是很有意义哎。那像今天太阳其实还蛮大的，我们到2楼啊，应该感觉这温度会蛮高，可是不会觉得太热，是有什么样特殊的设计吗？首先是我们屋顶的设计。 因为我们屋顶是采用那个隔热的建材来做隔热，对，没错，对，所以它隔热的效果非常好，就是能够有效控制畜舍内温度的上升。另外，不知道麦导这2天有没有发现，那边有一面湿润的墙壁，哦，就是最远那个有点咖啡色的那面墙，对对对，那个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吗？其实那个就是水帘，对我们这个密闭式的畜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装置。 对，它的原理就是，麦导对，看到那边有3只大型的抽风扇，哦，有，对，因为那3只大型的抽风扇，它就是把室内的空气往外送，然后我们室内就会形成一个负压的状态，那我们空气呢，就是可以从那面墙的外面，经由水帘流到室内，然后把水帘上面的水分带到室内，这样子就能够有效降低室内的温度。哦，这样子哦，你看我。 哦，那边有3个大的那个风扇，对对对，所以它就是把那个气导引到这边，没错没错。所以说那个是水帘是有水吗？对对，有水，因为它下面有一个那个 pump， 它会把水打到上面去，然后从上面淋下来，然后就是湿润那个叶片，然后那个叶片材质是纸，那。 风从外面流进来的时候，可以把那个纸上面水分带进来。一般说，水帘是可以有效降低室内1到2度。那我们这边的设定呢是，温度升高到29度的时候，水帘会启动。那我刚才有说它可以降低室内温度1到2度嘛，所以室内温度可以控制在大概27到28度。这对猪来讲是非常舒适的温度。哦，这样子哦。所以目前在这个猪的猪舍里面。 是没有冷气，这样的设施没有冷气，完全是靠着水帘来控制温度。没错。那像如果夏天也能控制在30度以下，可以，没问题。夏天的话，一般来讲大概是控制在29度，大概是降到29度，那也很厉害了，因为天都37、8度。猪它比较喜欢比较低温的环境，那如果高于29、30几度的话，它的繁殖性能会下降，所以我们就必须控制在29度。那另外水林寺的猪舍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哈，就是因为水林寺的猪舍它必须营造一个像风管的一个效应嘛哈，所以我们旁边要用窗户把它遮起来，遮起来之后蚊虫包括鸟都比较不会进来，所以在生物安全的控管上面就会比较好。很多温室哈都已经就是用水帘的方式，对，但是它还是有缺点的哈，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比较密闭的环境，所以那个猪只的那个卫生安全就相对重要哈，只要有一只猪就是感冒，其他的猪很可能全部就感冒，真的，哎，所以我们的那个潮湿的，比较潮湿，而且是整个是比较密闭的一个环境嘛，没有哎，对，哎，那像平常你在这边负责哪些工作？平常就是观察这些猪的生活状况啊，一些习性啊，还有它们的一些健康的情形，然后维持现场的一些清洁这样子。对，老师有很多生力军啊。健康事实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因为我们这些猪全部都是就是近亲的一个品种。那必须要去很严格的去控制它的那个遗传的那种就是关系，它的亲属关系，所以健康就是要针对每一只猪，它去它的那种遗传哦，它用 DNA 检定的方式，然后去把每一只猪的那种遗传距离把它就是解析出来。那在这种近亲的品性之下，尽量做到不近亲的一个杂交配种。通常我们对猪我认识真的是不多啦，甚至都是一些刻板的印象啊，所以待会要请小朱老师带我去认识一下什么是台湾的猪。其实，在很多家养的动物里面，哈，猪是跟人最接近的，但是我们是最忽略猪的这样子的一个动物。对，要好好认识一下猪。好，没问题。小朱老师用心良苦，尽量让后辈弟子有表现的机会。实验室里有那么多年轻的研究人员。看来小朱老师比较没有后继无人之忧，但是在学养猪，毕竟有点跳脱传统士大夫观念，或许对年轻学习者来说，反而是很潮、很酷炫的工作。虽然大多数人很难摆脱对猪的刻板印象，例如猪头、猪脑、肖迪哥，但是科学家眼中人和猪太像了。接下来我们将会发现和传统印象完全不同的猪。更会发现，猪实在是人类的好伙伴。